翡翠价格飞涨，普通人难以接受。赌石，一刀穷，一刀富，几百块钱能赌中数十万的翡翠吗？原来如此，将和您一同探寻翡翠的秘密。翡翠以其艳丽的色彩、通透的材质备受大家的追捧，价格更是一路飙升，普通人难以接受。那么翡翠价格飞涨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紫色翡翠又叫春，是地壳中锰元素侵入形成的。黑色翡翠即墨翠，是过量铬、铁等元素侵入所形成的。绿色是翡翠最常见的颜色，不过种类也很多，例如葱心绿、豆绿、苹果绿等，其中以祖母绿的颜色最为鲜艳纯正，要是再加上细腻通透的质地，就是翡翠中的极品。像这样一只剔透满绿的镯子，价格高达几千万，这是地壳中铬元素侵入所形成的，微量元素含量越高，颜色就越深，因此也造就了翡翠多彩的颜色。不过这种美丽的玉石 95% 以上都产自于缅甸北部一块面积约3000平方千米的山地。公元13世纪，缅甸就以出口翡翠而闻名天下，然而原生翡翠矿床直到1871年才被发现。伴随着马帮清脆悠扬的铃声，翡翠从缅甸传入了我国，在短短的几百年里便形成了一股绿色的时尚风潮，受到人们的追捧，一跃成为玉石之冠。因此原石一经开采出来，就注定了它不菲的身价。这种石头看起来虽然和普通的石头没什么两样，但翡翠是一种硬玉岩，重量硬度都要比普通的石头高。为了能够看清毛料的内部，人们常用一种特殊的手电来查看内部的情况，强光下原石不仅会呈现出半透明的样子，有的甚至还泛出艳丽的色泽。但这仅仅是翡翠原石的一个特征而已，并不能表明里面翡翠的品质，即便是经验丰富的专家也很难就此推断出里面是否会出现鲜艳的色彩或是晶莹剔透的质地。因此赌石也就成了翡翠原石交易中最为神秘、最具风险的一个环节，一旦赌中，就有可能一夜暴富。为此，王楠宁元带着几百块钱赌中数十万翡翠的梦想，来到紧邻缅甸的云南瑞丽赌市。这里头今天全是卖玉的，看，要配个点石。这是赌石吗？对，这是赌石，从缅甸过来。我看看这个啊，我记得，对它。你看，对，有亮的。那这种赌石到底？对对对，这都是按表现卖的，不一样的表现和价钱是不一样的。在强光手电的照射下，王楠手里的这块石头看起来十分透彻，尤其是在边缘部分泛出的绿色更加耀眼，这让王楠显得非常兴奋。色彩鲜艳的翡翠会不会就藏在这块原石里呢？哎，我这有亮的，我这有亮的，这个灯条。小宁在一堆石头中经过反复的挑选，也找到了一块与众不同的石头。这块石头在强光的照射下，颜色虽然没有那么鲜艳，但显得格外透彻，感觉就像一块冰块。里面的翡翠是什么样子呢？小宁对此充满了信心。那这个赌件，这个什么件啊？你说要赌的话，这个的话就要多少？500，能便宜点吧？便宜点，能便宜点吧？是，赌石吧？不行，真的，500太贵。可以少一点，那你给便宜点，我听听多少钱、啊。说真的，卖价就300，不行，300吧，80，真的，80块钱，100，就100，100我们弄2个。好，小念，我告诉你，我这块比你那块好，大不一样。我做出来怎么样？这还得切开，还得切开。是，对，这个。王楠、小宁第一次赌石，虽然各自只花了100元钱，
但这两块原石从外表看似乎还不错，不过里面的翡翠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为了进一步验证，他们特地来到市场附近一个专门切割原石的地方。来，这是您在掰这个石头吗？啊，对对对，现在正在切这块料子嘛。先我来。我弄过，我先，你先切，我切。哎，行，我觉得我来行，因为老板您觉得是怎么样？行，我不要评论，要切，我要看。翡翠的硬度很高，自然界中天然矿石的硬度分为十级，金刚石的硬度最高为十，华石的硬度最低为一，翡翠的硬度在七左右，仅次于金刚石、刚玉、黄玉，因此在切割翡翠原石的时候要不断地往上面淋水降温，避免摩擦产生的热量损坏刀具。这是有吗？没有，一块块裂纹挺多的。哎呀，没有用啊。那这个抛光的会让它有用吗？也不行，它不是这么多裂，你就抛了光以后它还是有裂吗？裂的太多了，什么东西也做不成。哎，那您切切我这个吧，您觉得我这个怎么样？我觉得你这个切切看吧，切下看看吧。随着切割器的转动，原石被逐渐切开，里面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哎，他这个是不是能更好一点啊？他这个比你那个稍微好一点，但是也不行嘛。那大裂纹，对，这么大一个裂，从面上真的一点都看不出来这种赌石。对，一点点的，一点都看不出来。第一次赌石，王楠、小宁买的原石切开后并没有清脆欲滴鲜艳色彩的翡翠，而是有很多杂质，根本看不出翡翠的样子，里面还有很多裂痕，这些裂痕有的是自然搬运过程中撞击形成的，有的是冷热交替作用下产生的，还有压力的变化以及人为的一些原因等等。这些原石里面的裂痕从外表很难看出，但是要做成玉器，它们不仅会影响美观，在雕刻的过程中还十分容易断裂，因此没有什么用处。翡翠颜色的形状与组合，深浅与分布，千变万化，丰富多彩，价格也是千差万别。这其中除了颜色，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种水。种指的是翡翠形成时结晶颗粒的粗细，结晶颗粒越细种越好。水指的是翡翠的透明度、水润程度，看上去晶莹剔透、娇艳欲滴，几乎完全透明的是翡翠中的极品。种水的好与差同时决定了翡翠品质的优劣，它们的价格会相差千倍甚至更多。玻璃种翡翠不仅晶莹剔透，看不见结晶颗粒，还会泛出微微的荧光，拿在手上还有一种冰凉润滑的感觉。而绿色均匀的玻璃种翡翠更是十分罕见，价格也高达几千万，是翡翠中的极品。冰种翡翠清亮似水，给人以冰清玉莹的感觉，有的里面也带有絮花状或断断续续带状的绿色，不过满绿色并不是很多，价格也是高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而其他品种的翡翠，例如糯种、油种、豆种、花青种等品种的翡翠，结晶颗粒比较粗糙，透明度也没那么好，里面常常会带有一些杂质，不过经过巧妙的设计雕琢，同样也是难得的珍品。那么不同品种的翡翠原石在强光的照射下会有什么不同呢？是不是越透的越好呢？这便宜的破玩意儿真是便宜没好货。因此王楠觉得应该挑这样的石头，而小宁却觉得购买原石的地方不过是个路边的小摊儿，或许那些石头已经都是人家挑剩下的，
得找一个大点的地方。于是两人决定再赌一次。这么老多，我这都是刚拉过来的吗？老板有什么技巧？难说的，有了也不会告诉我。遇师没师傅吗？是吧？遇师没师傅啊。行不行？你刚受过一次、你刚受过一次挫折，我觉得这反正我还按我的方法来挑，你按你的方法挑吧。我觉得我有发财的命，我告诉你，我还是有发财的命，你没有。根本就照不着，这个就没有技巧，纯粹就是赌。老板，您说这个我要洗一下行吗？洗一下可以啊，洗一下能看看表现。那走，咱进去吧，进去洗洗。洗一下能看见表现。洗。走。表皮颜色浅的原石是王楠这次挑选的目标，小宁挑选的重点则是从原石堆里找那些没人挑过的石头。为了能够看清里面的情况，两人还特地用清水洗去了表皮上的泥土。我觉得白的应该也挺好的。我看看啊，这块我要，你挑你的吧，我跟你的观点不一样。不行，那个刚才挑的那个真的不行。真的不行，刚才挑的，我觉得这可能黑的可能还能好点。我觉得那个还挺好的。咱懂的人可能说这个不行，咱起来，不懂的照家摆个也算是工艺品啊。我也要个手电。哎呦，这个没有蘑菇的，真是。你看我这个。在强光手电的照射下，王楠挑的这块石头映出淡绿色的光泽，而且还可以看到里面通透的样子，这里面的种水一定不错。你刚才说你那个好了，哎，这个我觉得这回我就能堵上了，这肯定行。那个小宁挑的这块石头经过水洗后乌黑发亮，在手电的照射下，里面的绿色更是鲜艳透彻，说不定青翠玉滴的翡翠就藏在里面。老板，我们挑了点，你看看。您说这个一块是多少钱？等你看多少？就要这一块200元，你看行不行？行呗。哎，那我这也200吧。哎，行。那我这送了呗。谢谢。谢谢老板。好。200。沾沾气。好。王楠花200元钱买了一块白皮的原石，而小宁这回收获更大，不仅买到了一块满意的石头，而且老板还送了他一块更黑的石头。不过，里面究竟会不会出现预想的翡翠，实现他们一夜暴富的梦想呢？老板，我们又来了。师傅，我又回来了，王楠。好。待会儿再弄吧。您看这回，我挑了一个好的。哎，我看一看。哦，这个比上次那个有点流水。好吧。切切看。啊，切切看吧。切切看。我跟你说，你看，说你在专家说我这行。我们这个呢？我这个呢？你这不行，先来我这个。行。哎，您给我怎么？您看怎么切？切这样对？先。哎，好，就先来两个。对。好。折腾这个。算是什么呀？哦，这次比上次的好一点。好点哈、啊。对，它有种水了。值钱了吧？但是还是不行。还是不行。还是不行。对，还是不行。它里边那个棉都比较重。棉是在翡翠形成过程中的一些其他的矿物质夹杂在里面形成的絮状物，看起来就像是棉絮一样。王楠买的这块原石虽然有一些种水，但里面几乎都是棉，因此没什么用处。我来了，你这个吧，我这有两块，先吃这个吧。先吃这个。好。
全是裂。你那个肺啊，全是裂。你看看，全是裂啊，一整全是裂。你这也不行，全是裂。连个章都做不了，做不了，做不了。哎呀，你这还不如我那个呢，这全是裂，虽然很透，但是全是裂呀，小念。很裂了。哎呀，我心里平衡了，我跟你说，不光是我赌的不行，你这也不行。我这还有个赠品呢，你看这个。这赠品更不行了，我觉得。不一定，这应该是赠品，应该是更不行了。我看看你这全是裂的吧。小宁的这块石头切割起来似乎和刚才的不一样，随着刀口快速的转动，不到两分钟就切开了。这个更不行了。不行吗？对，这个不行，不行，这不行了。就像砸石是一样，像鹅卵石一样，很快的一看马上就敲。鹅卵石都没有。那您说那有可能那黑的石头，黑的石头我买的时候很便宜，大一刀切开，会里边会非常值钱吗？有可能吗？像那种黑石头啊，在外边看像有颜色的样子，完了，然后那样赌才可以赌，就这种赌就是说等于瞎赌嘛。第二次赌时，王楠买的原石切开后，虽然有一些种水，但是里面几乎充满了杂质所形成的絮状物，这些絮状物大多数是翡翠中颗粒间隙裂隙中包裹的杂质形成的。或是翡翠晶体间结合不致密产生的，有的是翡翠本身颜色分布不均匀造成的，这也是翡翠的一个特征。而小宁买的这块石头里面几乎都是裂，根本无法雕刻。另一块赠品的硬度远远小于翡翠，根本不是翡翠原石。那么切割原石的师傅所说的黑皮石头会不会出现奇迹呢？翡翠的形成对地质环境的要求十分苛刻，不仅需要高压低温，而且周围还必须是高镁高钙低铁的环境，再加上需要剧烈的地壳运动才能造就出这如此美轮美奂的翡翠。虽然目前仅有缅甸北部一块南北长约240千米、东西宽约170千米的山地满足这些条件，但是不同矿区的原石地壳中的矿物质含量也不同，因此一些有经验的赌石者从原石表皮的颜色就可以认出原石的产地，并且推断出里面翡翠的品质。黑皮原石正是由于地壳中含有大量的铁铬等矿物质所形成的，因此很有可能出现高品质翡翠，如果再加上通透的种水，那么极有可能让人一夜暴富。因此王楠和小宁准备再试一次黑皮原石，而且这次他们还特地找了一家规模不小的商场。这是纯赌，纯赌，纯赌。对，刚才咱们切的时候不是那个师傅说只有黑色的石头才一刀穷一刀富吗？对，我们要赌黑皮的。黑皮的？对，黑皮的。好吧，来这里我给你。只有黑石头能一刀穷一刀富。对，我觉得我一定能富。财迷，大财迷，这是黑的吗？是黑皮，看不出来啊。这个全赌的话看不到的，人家说了神仙难断寸玉嘛，一般都看不到的这种。哎，有，有。这个很，你看我这个就看你运气了，赌到里面，如果赌到的话，你就是一夜暴富了；如果赌到一个蛮。满水满色的，我们不要富，我们就是为了开心，是吧，王楠？我不是，我就要富，我就要一刀富，不要一刀穷。就他，我就要这个，就要这个啊。那挑不挑还是这个，比这两块好。这块多少钱？是不是摇一摇？这块我给你称一下，我们这边有几多。那你就来那块吧。420。400块钱吧。好，我就一刀付。慢走啊！我这个。王楠对于这次赌的黑皮石头充满了信心，而小宁却一直在想，有什么方法可以穿透原石的表皮，不用切就能知道里面的样子呢？医院，这人医院是吧？走，我有办法。走。什么办法呀？你跟我说了。哎呀，我跟你说了，一会儿就知道。跟我说了。
为了配合我们的节目，小宁征得了瑞丽民族医院的同意，想要为袁石做一次 CT 检查。大夫，这不是有那个 CT 吗？拿 CT 扫一下这两个石头，看里面有没有那个是不是玉石。嗯，那这个怎么操作呢？那给我了。CT 是利用 X 线束和灵敏度极高的探测器围绕人体的某一部位进行断面扫描，诊断人体内部细微的病灶的医疗设备。那么这种方法是否可以探查出原石的内部情况呢？由于原石的密度太大，远远超出了 X 光的穿透范围，因此屏幕上不规则的原石依旧是白色的，无法探测到原石内部的样子。你看，就是全是白的，里边的东西一点都看不见吧？我刚才跟你说了，不行，只能还是老办法，切割看看。那我这个也别试了，别试了，但是这点儿太乱，咱直接拿着石头还是去切吧。走吧，谢谢您啊，大夫。没事啊。最后一次了。刚才论块买的，这回论斤搓的。对，这论斤腰的。我跟 你觉得这论斤搓的虽然比那个贵，但是有那个好吗？我不知道，但是这回咱我跟你说，这大地方，还有条形码呢，你想想。我觉得行，我估计还是够呛。我跟你说，我最后一次了，跟你这一回。最后，您这码我们又回来了。哎，我们这回买的。这回那是真赌。我是纯赌，我就没看出来是什么。我帮你看一下。嗯。这个料子有点还是一般的，这样吧，我帮你切一小角，你回去摆着玩吧。摆着玩儿，就落一摆着玩儿。摆完了。有吗？还是不行嘛，都是黑的，没有。完了，你别说，来你这样。来，听我这，我觉得我这还有点戏。哎，行行，我帮你试一下看看。您觉得呢？我觉得也是一般啊。是绿的吗？这个好像好。哎，不是，这好吗？也不行，这也不行。有点绿色的吗？没有。哎，基本上算废了。第三次赌石。王楠和小宁买的都是很有可能出现高品质翡翠的黑皮原石，不过切开后里面和外面几乎一样，都是黑的。那赌石究竟有什么技巧？怎么赌才能一夜暴富呢？翡翠色彩斑斓，晶莹剔透，被誉为玉石之王。然而颜色种水上佳的翡翠价格更是不菲，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原石一经开采出来就注定了它不菲的身价。这种石头看起来虽然和普通的石头没什么两样，然而在强光的照射下可就大不一样了。因此赌石也就成了翡翠原石交易中最为神秘最具风险的一个环节，一旦赌中就有可能一夜暴富。为此，王楠、小宁到云南瑞丽赌石，不过一连赌了三次，连翡翠的影子都没有看到。那么赌石究竟有什么技巧？怎么赌才能一夜暴富呢？不行不行，我还要赌，这哪行？这个不行不行，你们两个不要这样费时费力的，你没有一点那个玉石基础，我就介绍个我们这个玉雕界很有名的王长阳老师，你们去他那里学点知识。王朝阳，哎，玉石的基本知识，这样就不用那么费时费力的跑了吧。你有电话？哎，这是王老师的明明，你就找他就可以了。哎，高原老师是吧？对对对，你好你好，我是原来如此王楠。哦，你好。哦，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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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在市场上赌了三回石，赌了1000多块钱的，哦，都失败了，全胜，全失败了。过来跟您学习学习。王朝阳，中国著名的玉雕大师。出身于美术世家，自幼酷爱绘画，不到20岁就步入玉雕界，跟随名师学习雕刻技法。一块平淡无奇的石头，利用翡翠本身色彩的变化和通透的材质，在他的手中经过一番雕琢，便赋予了新的生命。不仅如此，对于赌石，他也是资深的专家，据说
从来都不会看走眼。实际上我不太建议你去镀这种石头，因为这样石头第一是它没有开窗口。开窗口，开窗口就是像、啊、像这个，对，像这个开一个窗口就容易看出里边的肉质能不能用，首先是得能用，是这样。这块石头是一块冰种翡翠的毛料，虽然只有巴掌大小，但在强光手电的照射下通体发亮，晶莹剔透。那么这样一块石头究竟价值多少呢？那这种肯定也贵了。你猜猜多少钱这个？这个2000。5000。再往高了猜。再往高了猜。往高了猜。2万块钱。我觉得。继续往上，继续往上。2万都不行。大宝石啊，这是。不敢猜了。后边加零还得再拐一下才行呢。啊，20多万。20多万，30万。30万。30万。这块冰种翡翠毛料出自缅甸深山的一个矿区，产量极少，它的结晶颗粒十分细腻，看起来就像冰块一样透彻，里面还有一些若隐若现的絮状绿色，因此价值高达30万元。一般情况下你看着挺贵的哈，但是呢，像这种呢，它这个我们是计算它的数量，也就是说它能做几件东西，每一件东西能值多少钱，一算就知道它的价值。原来对于王朝阳来说，赌石并不是像王楠小宁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每一块翡翠原石从缅甸矿区开采出来，都有上百个有经验的赌石者看过，但凡有一些表象的，都已经将表皮擦开了窗口，或是直接切开，而在市场上流通的原石，赌中的几率少之又少。因此赌石的赌字在王朝阳这里实际上是目睹的赌，一块毛料能出多少成品，创造多少价值，就花多少钱，这也是他从来不会看走眼的原因。像我们这个就摸黑着赌，摸黑着赌，对这个不可取。这个第一是不可取，第二是这种呢赌涨的机会很少很少，容易这个白花钱。白花钱了，白花钱，对，就是流到地摊上的这种。基本上喜就不是很大，但是这种就是卖个开心娱乐一下。这个肯定有，对，但是运气什么样还得看自己。想不想打开看看？想，反正我要做东西，给你们这个打开，这个看一看里边到底什么样。小宁，占大便宜。30万。30万，一辆车，让你们看一看。小宁，30万。王老师真能打开吗？可以，没问题。那您带我们去吧，我们很迫不及待了。行，咱们去把它打开看看。30万，怎么样？咱们石头拿好。一块毛料要经过切割、设计、雕刻、抛光等一系列工序，最终才能成为我们在市场上见到的翡翠饰品、工艺品。一般来讲，翡翠的大小直接关系到价格，不过一旦上面出现瑕疵，价格就会一落千丈。那怎样才能避免翡翠上面的瑕疵呢？为了看清楚内部的情况，王朝阳先将毛料外面打磨干净，在强光手电的照射下，这块毛料没有开窗口的地方出现了几道裂痕，而且还很深，这是王朝阳当初没有预料到的。如果切割出来的小料中间有瑕疵，价值就会大打折扣。要是切割的地方正好是在翡翠瑕疵部位上，那么经过雕刻、打磨、抛光等工序的加工，瑕疵的部分就可以被舍弃掉，将翡翠最完美的色彩、质感呈现出来。它第一刀怎么切了？我看这个盘上的这一刀是怎么切？动针，下一个就动。王朝阳经过反复的思考，根据毛料里面棉的分布和表面裂痕的走向，用铅笔在中间划了三条线，把这块毛料分成四块厚度在1厘米左右的主料，随后又在裂痕密集的地方沿着裂痕的走向画了几条线，把这部分分为四块大小薄厚不同的小料。第一刀的位置是整块毛料上裂痕最深的地方，也是最薄的一块。随着刀片的快速转动，
几分钟后，第一块小料切割下来了。哎，怎么这么轻就对掰下来了？嗯，王老师，刚才您跟我们俩说那个絮是什么？跟我们说说。对，您看这不是有吗？啊，这是有。你在这儿，它有一些絮。那这个影响吗？开始影响，开始影响到它的价值，就是说是，平走可能下了一点点，就是下一点，还下一点点。王朝阳经过再三的端详，觉得里面的棉似乎比预想的还要多，价值打了折扣。接下来要先将毛料上有裂痕的部分切割成几块小料，再切割中间的主料，里面的棉究竟有多少呢？从来没有看走眼的王朝阳，这回是不是看走眼了呢？对，他就是切了这么短一点去做，等会他切好了，咱再看，好好好好切。翡翠是一种天然形成的多晶体矿物，因此大多数的翡翠的结晶颗粒中都多多少少有一些杂质，不像单晶体形成的水晶、钻石那样通透。越是通透干净，看起来像玻璃一样干净均匀的翡翠价值越高。这些散布在翡翠中的杂质叫做棉，是矿物质侵入形成的，有团状的，有纤维状或片状的。棉如果太多或者集中在一起，不但会影响到翡翠的透明度，也会影响到翡翠的结构，降低翡翠的硬度。正是由于这些杂质的影响，即便是经验再丰富的人，也无法通过强光的照射看到毛料内部的真实状况。因此每一刀切割下去都无法预料里面杂质的多少，价值也就难以估算。这块花30万买来的毛料，在第一刀切开后，透过强光，里面的情况就让王朝阳大失所望，觉得打了折扣。那么切割后里面的杂质究竟有多少呢？切好了，切好了，可以。刚才那一块切这么多啊？哇，高产、啊！这是高产，这是那个边料哈。嗯，可以。三个多小时后，这块价值30万元的毛料一共切割出8块小料，其中4块小料是沿着毛料上裂痕切割下来的，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第一块切割下来的小料最薄，而且绿色集中在比较厚的一端。第二块小料呈长方形，不过上面有一道很深的裂痕。第三块小料形状不规则，而且一头薄一头厚。第四块小料像个三角形，但薄厚比较均匀，不过里面的棉多了一些。另外的4块是从毛料中间切割下来的主料，大小薄厚都比较均匀，在强光的照射下，不仅可以看到下面的手指，还有一些类似云彩般的绿色，显得十分飘逸。这块主料中间十分透彻，两端的绿色比较集中。第二块中间有一点绿色，两端的绿色少一些。第三块中间比较通透，周围的绿色呈放射状。第四块绿色虽然不多，但显得格外清亮。不过这4块主料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白色的棉夹杂在里面，这到底会不会影响到价值呢？不算咱边角料这个，那就这4块，那就比原来的这个石头的30万价值要高了吧？要高出很多，现在看要高出很多了。高出很多啊？对，最起码翻个这个2番没有问题。2番没有问题？对，90万了。对对，最低了，最低了，现在最保守的是。这4块从毛料上切割下来的主料晶莹剔透，虽然有一些白色的棉，但是通过设计雕琢，还是可以避免里面的瑕疵的。因此王朝阳认为这几块主料市场价格应该在90万元以上。王楠、小宁对此有些迫不及待，想看看这几块主料雕出来究竟是什么样子。那您说这要雕出来什么样？玉不琢不成器，就是说这必须要还有一个好的螺丝才能够这个材料结合。不过想要完美的体现出这几块翡翠的魅力，还需要巧妙的构思，
因此王朝阳并没有急于动手，而是先将几块沿着毛料上裂痕切割下来的边角料交给几个徒弟。事先设计完了以后，我们这个把它给它做出来，好，好的，行不行？嗯，行，一人发一点。根据这块冰种翡翠的特点，王朝阳觉得把这几块边角料雕成金鱼比较合适，可以展现出翡翠的质感。但是几块小料的形状色彩都不同，又该怎样设计呢？行，那我先拿过去了。行行行，待会儿我看方案，设计好我看方案。哦，好的。看方案了以后看再决定雕。哎，你们两个想不想尝试一下？啊，好，你们两个可以拿这件来做一下。那王老师，这就算收我们俩为徒了吧？嗯，你也给我们俩再试啊。做完这事儿呀，还得考察一下。对，那咱们得好好设计设计。对对对。但是我们一定好好做。好。设计是提升翡翠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什么样的设计方案能够将翡翠颜色与形状、深浅与分布的变化组合展现出来，就能最大限度地提升价值的空间。这也是翡翠价格不菲的另一个原因。张志苗27岁，跟随王朝阳老师学习玉雕近4年，他的这块毛料上下宽度几乎差不多，薄厚也十分均匀，不过中间有一道裂痕，如果避不开，价值就会大打折扣。经过反复思量，张志苗觉得利用金鱼摆动的身子就可以避让开中间的裂痕，保留中间最剔透的部分。邱耀年仅23岁，别看他年纪小，已经入门3年多了，不过如此贵重的毛料由他亲自设计雕刻，这还是第一次。在阳光的透射下，翡翠中不规则的绿色就像是飘在水样的材质中，映出勃勃的生机。不过这块毛料两头的大小不一，薄厚不均，较小较薄的一端棉多一些。纸上画的样子虽然不错，但是能雕刻出来吗？王立元27岁，是3个人中最早跟随王老师学习玉雕的，已经长达8年。他的这块毛料就像是一个三角形，设计起来也不简单。 S 型的曲线，两只突出的眼睛，椭圆形的身躯，再加上一条舞动的尾巴，不仅可以将毛料边上的棉打磨掉，还可以展现出翡翠的质感。王楠、小宁从来没有接触过，因此王朝阳对他们并没有太多的要求，让他们自由发挥。不过对于这样一次难得的机会，他们也是煞费心思。鲤鱼色彩斑斓，形态各异，如果把这块毛料厚的一端窄一些，绿色多一些，雕成鲤鱼的头部，薄的一端宽一些，几乎没有绿色，雕成鲤鱼的尾部，这样不仅可以充分地利用原料的每一部分，而且在整体色彩的分布上也可以展现出鲤鱼的灵性。就是它身上的这种变化说反映这条鱼给你的想表达的一个主题是什么，是不是？对，你的这个你们有没有主题？现在主题我把这个设计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金玉满堂。因为根据这个材料来看嘛，它比较晶莹剔透嘛。你这个就是金玉满堂，就是体现一个比较吉祥的、富足的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生活。那你就这个重点以饱满圆润为主啊、哦，对，不愿于润的那个干数必须要出来哈、哦。你的这是我这个主要是想以这个，以佛教方面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元素，我想提起，两个元素，一个是莲子，还有一个就是荷叶。想法可以，但是现在感受没出来，感觉没出来。你的这是，我这个主要是，主题是一个，鱼水情深嘛，鱼水情深源远流长的感觉。想表达的就是，一个。非常长久永恒的一个，鱼水情，不光是有一点水浪把它表现出来就完了，还得唯美的这种这个
程度没达到哈，他这个材料结合，嗯，可以。你们两个老师，你看我们设计了，我们也是鱼，也是鱼，四条鱼，英雄射箭略同哎，四条鱼，嗯，我看这个材料，材料，但是刚才您说这个边角这一块本来是要磨圆，磨圆，然后这块太薄，这是从这块材料来讲，你们这样设计出来的一个感受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挺好，嗯，但是你们这个有没有主题之类的？嗯，我们只是随着这个啊，这个料的形对对对来做这个鱼啊啊啊，还可以，我觉得设计的还可以，嗯，还不错，嗯，行，还挺好，认可，挺好，嗯，行，你们俩抓紧时间去想想，好，虽然几块毛料都是从一块料中切割下来的，但是里面的棉有的多，有的少，分布不均，而经过王朝阳老师的指点。他们在雕刻中是否能够避开这些瑕疵，雕成一件完美的作品呢？自古以来，玉雕都是使用硬度接近于八的金刚砂制成的工具，只不过现在用电代替了古老的打磨雕琢方式。钻头的种类也更加精细，可以让人们在十分坚硬的翡翠上随心所欲地雕琢，将纸上的设计立体生动地表现出来。张志苗先在上面画了一条曲线，利用弯曲的弧度避让开小料上的裂痕，再依据裂痕的深浅画出金鱼的两侧，这样是否能够将裂痕打磨掉呢？秋耀根据毛料的形状，把较大较厚的一端作为金鱼的尾部、腹部，另一端作为金鱼的头部，这样在薄的地方、棉比较多的地方就可以打磨得深一些，将瑕疵磨掉。王立元根据毛料中棉的分布，将小头作为金鱼整体最重的头腹部，大头作为尾部，利用起伏的曲线绕开棉多的地方。王南小宁的这块料虽然小，但小宁凭着设计的功底，在小料上一笔一画的画点是十分认真。不过，他们真能雕出来吗？雕刻虽然只是将设计的思路付诸实施，但也需要耐心。首先要将设计方案画在上面，打磨掉一层，再画一遍，再打磨，反复若干次才能雕刻出来。而且手头上还得有分寸，不能急于求成，一旦过了就无法弥补。正当王楠一点点打磨鱼尾镂空部分的时候，却突然出现了意外。哦，你把上面打薄了。对对对对。王楠宁元在瑞丽赌石屡赌屡输，经人指点找到了玉雕大师王朝阳，才明白赌石并不是赌博，而是看到翡翠毛料价值多少就花多少钱的道理。王朝阳将一块价值30万元的毛料切割成为八块小料，准备进一步加工，验证着王楠和小宁将亲身体验翡翠的雕刻过程。他们想将毛料雕刻成一条游动的鲤鱼，然而在切割过程中却发生了意外。这不是你这么简单的呀，你看拉了这么齐，你设计太难了，要还要镂空，我这手一抖。对呀，那咱要不问问？不，王老师，这美女变张飞了。刚才这个先我给。哦，整个断掉了，这样什么的情况这是？啊，那是原来我们设计的草图是一个鱼。啊，什么意思？可能那个是做这个忘了你讲了。嗯。要先有整体到局部，我们可能过于重视这个细节，老是想把这个鱼尾巴给做出来。对对对。结果就打深了。实际这个我觉得建议你做个那个水滴，我觉得挺好的。就这样。稍微一打就行，并且出来形也非常好看，对这块材料来讲也非常的
能把它的质感给表现出来。嗯，对，而且这个材料没有裂，没有裂，对对对对，这块又很饱满，这边薄的地方也就把它去掉了。行，那行，那我们该把它改水地儿，改水地，好。没说再注意，那王老师，我们先去，先起来，好，经过王朝阳的修改，王楠小面舍弃了原料中比较薄的部分，化繁琐为简单，利用厚重的地方打磨掉表面的瑕疵，一颗晶莹剔透的水滴逐渐有了模样。张志苗经过反复的雕琢打磨，一条仿佛在水中游动的金鱼逐渐在他的手中显现出来。从一块表面带有裂痕的毛料到一条游动的金鱼，张志苗巧妙地利用金鱼游动的身躯，用裂痕最深的地方作为头腹尾部中间最薄的过渡，打磨掉上面的瑕疵，把金鱼的嘴雕成莲蓬的形状，尾部雕成荷叶的形状，将最初的设计理念融入了作品中。秋药雕的这条金鱼，头部腹部比较厚重，绿色多一些，尾部比较轻盈通透，绿色少一些。从一块大小不一、薄厚不均的毛料，到一条灵动的金鱼，秋药利用绿色厚重的部分作为金鱼的头部、腹部，将里面的黏磨去，一条饱满的金鱼身上点缀着翠绿的色彩，展现出他最初的想法。王立元雕的这条金鱼绿色比较多，经过雕琢打磨后，在剔透的材质映衬下，尾部显得格外飘逸。从一块三角形的毛料，一条 S 型的曲线，到充满灵性的金鱼，王立元用鱼水情深的理念，利用金鱼游动时身躯扭动的特点，将材质中有瑕疵的地方打磨下去，保留没有棉的地方，用飘逸的尾部带动整个身子，一条金鱼宛若游动在水中。水滴虽然简单，不过对于初次尝试玉雕的王楠和小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反复打磨抛光，一颗晶莹剔透的水滴才算完成。这块形状不规则的毛料，从最初设计一条鲤鱼到一颗晶莹剔透的水滴，王楠和小命在这次雕刻中也同样领悟到如何舍弃毛料中多余的部分，保留翡翠最为完美的部分，才能提升作品的质感与美丽。王老师，你看，太厉害了！对他们那，他们这么快做的？是啊。哎呦，我们觉得做挺快的，我们。啊，你们这个做的挺快。冬水呀、整个质感全就透出来了。对他们做的非常漂亮，应该就这样种水的这个价值，我大概的一个价格就是这个10万左右吧，单个还是单个每一个都10万左右啊？对，每一个都不算我这个，这么不算你们那个这个就便宜，这个应该这个1万上一点吧，有这么贵吗？差不多，您可以到市场上去验证一下，叫市场那些商家，你说我卖给你们。得出多少钱？等会儿，如果没记错，这三个应该是边角料吧？这还是整个是边角料啊，边角料。我们这是边角料的边角料啊，对。这已经30万，把那个原料，把那个毛料已经给赚回来了。基本上是这样。王朝阳觉得，仅仅这几件作品价值就超过了30万。那么，像这样三条金鱼和一颗水滴，究竟价值多少呢？玉雕大师王朝阳将一块价值30万元的毛料切割成为8块小料，其中4块晶莹剔透的主料，王朝阳觉得价值高达90万，而另外4块小料经过设计雕琢，也展现出了翡翠的魅力。这颗水滴就是王楠和小宁设计雕刻的，它晶莹剔透，清亮似水，
给人以冰清玉莹的感觉，里面含有一些絮花状的绿色，和这颗水滴出自同一块毛料，还有这三条精美的金鱼。王朝阳觉得仅仅这几件作品，不包括四块还没有雕琢的主料，价值就已经超过了30万。王楠、小宁却有些半信半疑，于是他们决定最终让市场来对几件翡翠作品进行检验。嘿，老板，老板，啊，你好。我们这儿呢有一些玉石，然后想让您估估价。对，一件您给我们看一看。嗯，好，可以。哦，这个东西不错啊，你看这个，看起来像银要出来的那种，银质很好的，是不是？很透亮哈。啊，对对，透亮。那这样的大概一个多少钱？这一个啊，你给估估价。这个一件下来，这个是要差不多要上10以上的。十以上，嗯，对，就10万左右哈。对对对对，说实在话，这一个可以做家传之宝。家传之宝。对对对对，可以做家传之宝。那就小个的，你给看看这个。啊，小个的，小个这个也挺有特质的哈。嗯。料非常漂亮。啊，对对对，你看，它这一个透的，而且又像里面像一座那种山水，自然的山水，是不是？看起来相当的自然。那这个一个小个能值多少钱？我就关心这个了。这一个，这一个来说嘛，也是价值连城的。实在价的话，也是要5-6万。5-6万。嗯。这块价值30万元的毛料，切割成为8块小料，4块价值约90万的主料还没有雕琢。仅4块边角料经过精心的设计与细致的雕琢做成的饰品，市场价格就超出了30万。王楠、小宁通过这次翡翠设计雕刻的体验，也明白了翡翠价格不菲的原因，除了本身的稀少和种水色彩之外，更重要的是那些能工巧匠的智慧。